Hello， 道奇，那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的球球英雄大作战啦。那不想说试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好玩，所以已经打到这个章节六的部分。那里面的话，除了就是我们原本这个 hero 以外啊，基本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英雄的角色啊，到时候可能就是看一下这个蓝宝石够不够，我们再一只一只慢慢的给他就是解决起来。那其实后来我觉得更好玩的地方是，它不是只有一般般的这个加球，它还有一大堆一些其他额外的一些效果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啦哦。那在录完我今天就是那个早上十点跟十二点的影片之后啊，我刚刚就是有去稍微去休息一下啊，因为我这边的话，居然大家都知道我这边的这个鼻子的状态啊，因为今天我一个朋友来，然后帮我就是用了一下房间，结果房间全部灰尘扬起来了，所以现在鼻子非常非常不舒服啊，所以讲话还是有一点点小卡哦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一下啦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，基本上就继续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球球英雄大作战。目前来说，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血量跟这个攻击啊，我居然目前来说是推荐大家可以用的那个双重攻击之类的，都会比较好一点点。我这边乘以三十五，不然你就来一个这个吧。我不想去赌旁边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旁边乘三，好险我是走左边这个乘五哦，那还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五三十五的话，应该是可以乘九吧，就是比刚刚那个九还要多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点这个免费购买的，先来累积我们更多的这个钱钱哦。那个钱钱更多，我们更舒服，各位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检视的这个部分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完了，哇 ，GG。原本想说可以再让它乘一下二的哦，那其实你让那个球啊，就是往上弹也是不错啦哦。然后那个检视那些效果的话，哇，可是它现在基本上因为我玩的就是比较后面一点点的，所以它开始会就是进到很多的广告环节了哦。那我们先跳过一些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来选择一下这个暴击伤害加 100% 好了啊、哦，这好像也没办法，就是略过不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他好像一定是要给他选起来的啊、哦。不过他后面的话广告真的越来越多，我是希望到时候可以就是比较少一点点哦。好，弹起来，哦，乘以三。哦，刚好有降下去，这没降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少了非常非常多这个球球了，哦，就完蛋了哟。好，攻击还是免费，免费好了。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，能够加免费还是加免费哦，因为前期的话先存点钱，后期用一些就是比较高的这个费用来用的话，应该还算是挺不错。那就是乘三乘三再乘以这个吧。哦，它弹起来了，哦，这个爽哦，这连续乘。然后那个弹的那个东西好像只要弹过一次，就是每一颗球好像只能就是经过一次的这个能力加成啦。所以如果你是没有经过那个能力加成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没有办法那个，没有办法就是那个，有经过能力加成就没办法再吃第二次，但是你没有经过的话是可以再吃第二次这样感觉了哦。那没有问题，各位来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五三三，好，这边给他跳下去好了，这应该够了哦。往上叠加乘以五，哇，旁边那个乘以五的好像比较爽哎，但没关系啦，因为他每一颗球的话都会吃到一个这个加速的这个东西，所以他起码的话基本上都还是会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用处哦，就是不要用到去捡的就好了。那捡的那种东西好像就是你只要捡一啊，就是把它捡到上面的数字没有之后的话，他好像都还是可以就是那个继续就是维持这样子哦。来吧，全部弹弹烂。有，全部都掉下来了。有哎、欸，真的很怕右边这边这个乘以五没有成功，所以没有成功的话就 Q 了哦。好、哦，最大生命值加 20%， 没有问题，各位。那你现在都是用这个双多重攻击有没有？射两下了哦，射两下这样才可以打出这个比较沉钝的这个伤害哦。然后这边二乘二乘四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哇，我感觉好像要让中间这个地方进去耶，这边。我要减一，我靠，完了，亏逼了，完了，被那个了，我们被那个了，我们被诱惑了，可恶，完了，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将随机加三乘以三 n 倍，这个可以就是加高我们就是那个球球掉下去的那个数值，它待会就会沉起来了哦。面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也蛮厉害的，而且它是每一回合都会沉哦，你看有没有沉超多倍？然后我们来一个七四啊，七四环节，哦有，你看有没有这个一定很爽。所以我们就是多多用这个加倍的有没有，然后让这个我们球进到这些加倍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就会松嘎歪歪啦，各位来吸血一定要，那必须得吸血才可以回血哦。好，中间环节可以，哇，他们也会多重攻击耶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也是多重攻击吸烂血哦。我是希望他这每一次都只有一次的这个广告啦，这样也还算是顶 OK 的，每一次都一次广告的话，来进来。然后喷上去，
哇，喷的比较稍微少一点点，不过应该是比我们直接进去还要好多了。好，又是广告时间，切掉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来免费生命购买，来来来，多重攻击，能吸多少血就吸多少血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能够打又可以回血的这个招式，到最后的话一定要给它选起来，没有选的话，真的是蛮容易就会直接翻车了哦。哇，四乘九，我靠，那个乘九好猛哎，各位，乘四再乘九，不知道比会比这个五九四十五四二十二十，如果这边是过一个二的话都赚的，应该是会过二啦，好不好？你有过六，哇哇哇哇哇，这个爽啊！这应该比我们直接中九还要爽哦。没问题，吃起来各位。然后这边哇，吸血没办法再买了，那就暴击伤害吧。他这个好像没办法不选呢，对不对？他这不选的话，好像就是一定要给他选起来。所以这边那个能力上面来说的话，我们还是得要靠。哇，完了。这感觉要爆开了哦，对面好像有点猛哦，马上没有买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击杀敌人能够在那个攻击的，有点小尴尬，乘以三再乘以四，那当然是这个吧，弹上去，有，全部给我弹上去，有有有，这应该蛮爽的，好不好？至少左边这边进了蛮多颗的，好不好？舒服，然后哇，两次几率，完了 GG， 暴击伤害吧，继续暴击伤害。哇，这暴击伤害爆了一 K 耶，应该没问题吧，各位？啊，完了，啊有爆五十七，这还算是爽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能不能再加多一点？五乘以三，还是下面这个会比较多？你觉得要赌吗？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吧，走个中规中矩局，好不好？对，走个中规中矩局，不然左边那边真的怕哎，左边那边如果一个二或干嘛，我就没了，各位，最大生命加 20%， 快快快！弄他们，他们好像还是有一个格子的这个位置的耶，啊完了，哇好像爆开了，哦没事没事没事，好险，又撑住了，又撑住了又撑住了，舒服，但是我们应该是被那个 boss 打到一条血我们就没了，完了完了，哎呀完了，吸血吸血，啊没了，哎、欸、很难哎，其实没有到很简单哦。奇迹啦，各位 ！Oh my god， 各位！没事，我们这边的话先升点装备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走起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绿色的给它装起来啦，好，再一把，再一把，这个很好玩的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这种，有点像是那个以前那种就是什么肉格系的这个游戏这样子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来个二的地方，给它试试试。哦，是不是旁边居然是弹的？好了，这也是顶爽，好不好？可以哦，舒服到不行。你看这边全部都，左边这边全部都是乘以四，乘以四乘以起来，嘿嘿嘿，有喽，各位。那这个 40% 几率攻击两次，这个一定要哦，一定要这个 40% 几率攻击两次的哦。因为你射双重攻击，然后最好是打死敌人再攻击一次，那也是会爽到歪歪的。哇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好了，三好了。哇，居然是弹的！哇，好险哦！哎、欸，哇哇，这是爽死了耶！好险哦！我们至少中的都是那个，目前来说看起来是最大的了，这可以哦。然后哇，又是广告时间。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一样先选这个可以免费购买的哦。那如果我们不行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慢慢选一些那个加攻击的，还有这个双重攻击的，这个我是一定得要选的。然后那边看起来、啊、完了。但有点慢哦，不过他好像也下不下来啊，所以哎，刚、欸、好刚好刚好，叽叽叽叽叽，哇哇哇哇哇，看起来这边是不是直接乘以七会比较好啊？乘以七好像比较爽哦。那就先免费过来，每一波攻势其实为求是七哦，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了啊，继续，反正求多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这个事情了哦。哇，这个乘以四，要要要要，哦进去，干完了啊，完超浪费 ，GG。没有用到旁边的那个二啊，各位，额外发射一个那个，我觉得要吸血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觉得要先吸血，然后鸡血最好是高阶一点点，让它可以吸更多，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多吸多健康啦哦。好，乘以二，哟，喷起来，那边乘以三，可以全部进去了，有没有？那边好像就是它捡到一定的这个次数的话，它那边就会直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，往那边卡一颗球。衰毙了，各位，卡一颗球啊！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伤害降低，哎，要要要，反正回血跟这个伤害降低这些都要哦。你就可以就是有没有打一滴回多一点，有没有25就回13啊，回多一点，那么就没办法对我们造成太多的这个伤害了哦。
然后这边233吧，二乘以三再乘以三应该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二乘以三再乘以五，好像还是233比较好，因为球比较多嘛，乘起来应该是比较爽，对不对？总共这边是乘以9啦，哦，然后护甲免费，加个护甲，各位。护甲不知道是怎么样欸，是减掉那个每一个角色的这个伤害吗？感觉好像是哦、喔。乘以四乘以四，七二十四，四四十六啊，四四十六比较赚，对不对？七二十四是幌子，各位，有没有？这个数学要好啊，各位，这个玩这个球球大作战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那个数学要好啊，再加四十五。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欸，是不是就是每一发攻击都会减82哦，看起来好像还行吗？然后这边42乘以4，然后进来弹上去，有这每一颗都会弹一次的感觉啦哦。对，每一颗基本上都会吃到它这个横排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吃完之后就不会再吃到了。这游戏看起来是长这副德性的哟。没问题，来来来，那边弹跳几率两次，额外发射加一，我就弹跳吧。这会贯穿啦，好不好？会有那种贯穿的感觉，对。可是感觉好像还要多重效，完了，我觉得这次好像会爆开哦。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就是他们打我们的这个效果真的是比较低一点点，我们这边防伤防蛮多了，至少比刚才那场好多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只有761呀、啊，各位，好像有点凄惨77。哇，85，好啦，85啦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嚯，这个应该是，这挤烂了，各位，这才是最爽的嘛，各位，85，然后全部挤烂，然后又乘二，有没有？有哦，而且旁边还会再乘二，再乘二，挤上去的乘二。那左边这边就有点小可惜啊，但是你看这样，哇，我们这只要1000多哎，这把应该是赢定了，好不好？这把如果没办法赢的话，那很奇怪啊，各位。1076啊，有了，哇，看广告。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一定要选择这个击杀敌人可以再次攻击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你基本上前面如果有顺利杀死一个，你就可以连续攻击，然后又可以连续补血，这个威力重要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们可以多射几次，然后就可以让就是别人就是没办法就是再攻击到我们这样的，这个是很爽很爽的。来，城市全部弹上去，在城市，呦，全部弹烂了啊、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加到800多颗吗？不行，哇，788。然后这边，哎呦，攻击加 100%， 弹跳加一，那这个吧，继续弹吧。二星的感觉会，哇，感觉好像没有很痛哎、欸，完了，是不是要爆开了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完了，后面好像不行了，这弹跳键好像有点弱啊，各位，拉叉，哇，是飘飘，完了，哇，弹跳键超弱，我们要败北了，各位。要被砍死啦！要没啦！完啦！我以为我们可以耶，结果哇，好惨哦、喔，剩51滴血了，各位，要完蛋喽！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的话应该是城二这边啊，完进不去，哇，全部都城四啊 ，GG， 哇 ，GG， 完了，撩人各位没了，奇迹啦，各位，除非我们这边哟，这个我们小鱼这个。多一点的话，有机没了，没啦。